看来熊猫太很彪哦。哎，吃苹果，嗯，你看没有，我把摘下来。这熊猫呢？嗯。看这个，这个卖70，怎么做？做上哦，看那个地方多高？嗯。那个？那是是。哪一只？别啥？你这个？哪儿不晓得那个树上看到没？那个叫？哦，好远哦。你要谁了？把它拉进来，进去。嗯。在哪儿呢？看不到。我没看到。那这条线在这里走。嗯。你那个找着啥子？看都没看到。嗯。长焦距才拉的拢。没看到的嘛。我没看到。把叫下来，再拉一点，哎，好好好，啊，好，快，嗯，你焦急，这个拉不动没？拉不动。我们来右边这里看看，往这里看。你那个毛毛怎么那么黑乎乎的？是猫吗？我看见呀，我说那个毛里头玩的。哦，那个对，牙是红色的粘性土质，这些粘土会粘在熊猫的毛上。三个是吧？是三个、啊。三个是哪个？这只特别不爱干净，特脏。你们看左边那个叫干净点。对，那那儿没。这是母子俩，有着妈妈带着的孩子叫奶牛。哎，你昨天真是。你们这是成年。哦，是吧？成年是不关键的，特别是成年人，可能七八月份，最先出生的那。哦，长那么大了。嗯。他不能洗澡，也不是他身上的，七八岁。哦，这样子。洗澡干嘛的嘛？那个，他干嘛就不敢洗澡。那个对。看到他身上不脏了。那是了，哎，那个白色的好看点。白色也是吧。哎，到那边去看看啊！啊，那边还有大的。没看过，看过一个就不动的地方。走吧，走吧，下一家。啊，对，走。白色的，走，可以了，做了好多了。走，我们走。来，起来。哦。看这么多人，发现了惊喜。哦，还有啊，走，我们在后天就走了。来了，哈哈哈哈。哎呦，我是跑。